跟肉饭呢、啊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啦，你坐那边吧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，超好吃。其实看电影来的，嗯。看电影以后哈、哦，结婚以后看电影，在西门町看电影啊。然后逛逛逛，就逛到这里来吃。副总统为什么今年结婚周年不想要去吃大餐厅来逛？我们以前就常来这里啊，我们很少到大餐厅去。我们还喜欢吃小吃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三点公斤，开始光棍哦。可见我足够注意。哦，对不？我足够注意嘞。看在我这拢胖肥胖肥。是啊是啊。怎么拢掉不了？嗯。永远都像新婚一样啊！有没有什么？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感到不好意思？这个你要回答。你要回答。其实没问这个，其实我们两个平时都太忙了。哦，做东坡就往前冲冲冲冲，每天就忙。你说说看。有什么优点让你最喜欢？他的优点了。对对对。他有正义感。正义感。不是痴情吗？啊！这叫他太有责任感。他做任何职务，太有责任感，然后也非常无私的人。嗯，谢谢。嗯。